官嘛吼，这一定是属官，属官的吼，这一定是中官的吼，空调中，这一定是上官的吼，天台中里人跟上官的人合力吼，空调，这三官位的吼，哦，这三官，啊，这个空官的人讲阿罗汉，阿罗汉。阿罗汉的讲，阿罗汉的咧讲叫做空观论，这个上观论咧讲叫做菩萨，菩萨，中观论咧讲叫做观，应该三观论就是讲这物件吼，所以伊简单哩三观论讲这物件，啊三观论咧要讲表面的哩，这个空观，伊这个空观一定要看咱。伊一定要看，看建设、建设啊，事业啊，事业啦吼，师傅，伊一定要看这两种。伊连阿罗汉，你进入阿罗汉当中，伊连斯陀丸、斯陀丸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这叫四个。但是伊连阿罗汉的初个，伊连叫做斯陀丸，伊就爱看建设、建设。哦，这建筑，离标不高，诶，迄个建筑甲查有干啥？建筑变低建啦吼，变做平平建啦吼。但是速度啊，速度啊，阿那行，速度啊，阿那行，爱变竖叶，竖叶，竖坡，这是环叶，这是竖叶。一位到第二到第三号，就是一定要竖叶，竖叶来画。哦，竖叶来，把竖叶画了哦。Gracias.